可以不调的，不调它是上啊，不可以啊，玩来了啊。后面都没问题，这次还不错，把机位拐过来一点，这个床我们可以带到，就刚才那个舒服。好，进教室，机器进教室。教室啊，溜溜溜溜。咱们分两种啊，第一种咱们先拍那个看着，就你刚才站着，咱俩练的那个一样，看着就是看着啥，啥也没了，同学也没了，什么全乱了，这第一种。第二种就是你随便，到时候你。直的一个是个叭噔噔都可以，对，没人了，那么突然间，你可以不要讲距离了，对，不是搬个小桌子踹一下。我不是无聊吗？就晚上录。对啊，对，那是无聊是一种嘛，一种，还有一种就是发泄，就是我老子终于有了水枪了，你们谁都不在了，人都去哪儿了？那你让我选无聊还是？两种都要要。就是一种演一次，懂了吧？一种演一次，那拍点。先拍无聊的，就能站在那傻傻的站着。然后这个拍完之后，咱们再拍一个那个发泄的，好吗？那无聊的不是滋吗？什么？哦，那无聊。对他看剧本是无聊的。无聊。对对对，就这边滋滋，他是这样的。那个谁，我突然，你可以就是说一开始可能是无聊，开始很无聊的，滋一下，过一会儿，滋一下，一会儿慢慢的滋滋。就后来慢慢的变成发泄，懂了吗？对，啊，我终于可以踢桌子，我空气到处可以滋了，啊，没有老师了，对吧？跑热了，看这样子是，小脸红红了，快点上去撕掉，好，行了，好，大家不能拿走，就这儿，走了啊。学校为啥全没人了呢？全搬家了呀。好，涛子他们搬走了呀。没办法。哎呀，多了。看了，好，刚才就是一啊两下子上去就都多了一个，然后这样，我们从这个窗户这个角度拍这个被撕的纸，让它太棒，让特别好，让它上去啪撕一下，滋一下啪撕一下，就从这个单拍一个，好，我们单拍一个它上去撕了一下，哎，那个撕是不是不要了？要单拍一个撕，就是你刚才是滋一下。撕的，用这第三枪来说嘞，如果撕是两枪撕，节奏最好，没关系，补一个，其他都太棒，太，哎，小沃土啊，我想问你啊，你像这种这么难的事情，大家围着一个九岁十岁的小孩，你怎么能够扛住压力，做得这么好呢？因为我喜欢打架。啊，喜欢打架。天哪，你现在打架的对手都是一些木头呀，哎，对着空气打架啥东西？那你这玩意成这个样子？哎呀，这个要起来啊，这个好要起来。咦，这玩意成这个样子了？这样子了。哎呀，这绝对是玩后半段儿。这哎，这他俩就进了。啊，进了，这不进来了。乔先进了，进去了，不，准备拦，但也不好拦，大姐，毕竟是，毕竟还认识，对，就是，就让进来。
这哦，我也不拦他。对，不能强行拦，只能闪。哦、你们进来哈、啊，进来。哎，二哥进来。好，进来了。哎，闪，走进。哦，好的，啊，再见。进。好，进。然后那个俩姑娘，姑娘和媳妇把门关了。对，把门关了。嗯。然后进去说。哎，在外面说都听，这个邻居，就是什么，村里都听见了，还是什么的啊？进去。啊，回屋说，进去说。预备，开始，车总。宝鹏，你现在没开门之前关队，不用蹲地啊。康，我得加点词儿，就是说这个地方啊什么的，这个地你们住着呀，或者说地方是我们的，怎么还有是哥哥姐姐或者姐姐的，还有老爷子走了还得对，还得掰扯这事儿。掰扯的话，那就儿子也说，大姐也得说话呀。对，所以说就是这个，就是说这个辈儿在那呢，小孩老在那说就是。对，那得大姐说，就掰扯。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要定的话，我还得跟串老川说呢。这个东西，咱们不管怎么说，这个家里还老川说了，咱老刘家说了算了，就等于说你是外人嘛，你真的在瞎搞对吧？不管怎么样，有没有什么这，对吧？家是分了，但是这个地上的房上的，那有什么事情，那都是老刘家说了算，啊，回头还得跟老川说呢。我反正就把我那个词儿说了，我说那个就是我没挖啥没有啥都没有。没有再说了，这房子是我们家住的，我们想干啥关你什么事儿呢？哈，我说完这个，他们就说房子你可以住，哎，这也就大家的，他掰扯这个事儿，然后最后说，哎呀，你这老去，我就推。反正我就到时候看看，我还咱们就得多转一些，因为这个太短了不行。还得哒哒几个回合都转一些，我写了个大概，到时候你们再匀一下。但是就是谁说有些话必须是同辈说的，小辈说不出来。大姐，啊，你看啊，没有挖出啥，那今天没有挖出啥，但不代表以后能挖出啥，是吧？既然挖了，那挖出来我们就要大家的刘家要商量嘛，啊。那是啊，哦对，那么你果果，你再给这个时候就给收个场，就给木月一个台阶，那行吧，那挖出来我跟你们，那挖出啥再说，好，那挖出啥再说，那我们坐啊，这个走。祝总，你姓啥？嗯，祝总，你姓啥？祝总，你姓啥？祝总，你姓啥？我第二句是，马啥嘞？啥也没有。金叔，在这儿住着，我们干啥谁都没有。金叔，马啥呢？啥也没有，我们在这儿住着，我们啥也，我们干啥？谁也管不？再说，马啥呢？啥也没有，我们在这儿住着。我们在这儿住着，我们在这儿住着，我们干啥？谁也管不着。哦，谁也管不着。谁也管不着。啊，谁也管不着。再说，
啊，啥呢？啥也没有，我们在这儿住着，我们干啥谁也管不着，大概是这个味儿吧。然后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，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。这个不是不要了吗？爸爸走的时候咋不见你们两个姓李的中人？不要不要，那句话没有。你再说一遍。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，爸爸走的时候咋不见你们两个姓李的？现在知道，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。爸爸走的时候，他爷走的时候咋见不到你们两个姓刘的呢？对吗？我说的。啊，他爷走的时候咋不见你们两个姓刘的？你看我说一遍哈。那是那个地方来一个方。你再说一遍。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。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。我再说一遍啊。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。他爷走的时候，咋不见你两个姓刘的呢？可以吗？很好。哎，这怎么黑屏了？那你们找他去，我咋吃？那你们找他吃。反正现在啥也没。反正现在啥也没挖出来。挖出来。那你们找他吃，反正现在啥也没挖出来，你再说。啥也没挖出来。那你们找他吃，反正现在啥也没挖出来。那你们找他吃，反正现在啥也没有挖出来。啥也没挖出来。啥也没挖出来，挖出来。你再说一遍，出来。出来。啥也没挖出来。啥也没挖出来。没挖出来。我再录一遍哈。开始。反正我们也不管，院子是祖宗留下的，你住。也没意见，但是院子挖的财宝是大家，你谁也不能独吞。祖宗，你姓啥？那人你说不起。再说，挖啥了嘛？啥都没有。我们在这儿住着，我们干啥谁也管不着。那不行。早年间，我和大姐就知道挖出了个金元宝。要是没啥，你挖啥呢？就是，我们虽然嫁出去了，但心里都还是一家人。桌子下的、床上的，要是挖出来东西，还是我们心里都说了算。现在知道你们是一家人了。他爷走的时候，咋没看着你们两个姓刘的呢？不管咋说啊，我妈跟我姐，我妈跟我舅是亲姊妹。我们有啥事呢？跟我舅说，跟你个外乡人是丢啥？那你找他吃啊？反正啥也没挖出来。现在没挖出来，不代表以后不挖出来。那以后挖出来咋办呢？就是，以后的事啊，你们姓刘的自己说起，我不管。行。最后一句话，妈，跟我舅来了，咱们跟他说，不跟他说，回家。妈，咱走，走回家。跟他说。我叫我们查。那个化妆啊，他手是不是洗了？就是刚开始在门的那块的时候，他那个手是乌黑的，然后呢，应该是进这家门，是，如果黑的更好一些啊，要不然他跳了。那白老师，你怎么说的？
干，好嘞。